外县有一百万。哼哼，在干嘛呢？这个。学习中文。百万。外国人教外国人中文。爸爸，好好好，爸爸。嗯，老婆你辛苦了。爸爸不辛苦啊，我想有一百万。你想要一百万、嗯、啊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多少的给多少大几千的？外国人叫。是。啊。Quiero tener un millón。啊，un millón pesos colombianos o o chino。几万。元、啊、对，因为哥伦比亚的比索不值钱，知道吧？一百万也就是1700多块钱。娜娜家真好，洛丽也在。嗯，哎呀，洛丽，洛丽也想要，嗯，大家都想要一百万。外国人教真好，对不对？嗯，外国人教，外国人中文真好。洛丽正好，我想要一百万。应该是我去教女儿了。对吧？茉莉，你不要，你今天辛苦了。对，累，工作累。累我可以的，没事。嗯，我也要联系父母。你们在学点什么呀？都是百万。这个拍。啊，万。嗯。这个零。但是啊，钱啊。炸鸡多好吃。茉莉，嗯嗯。茉莉。啊，就是。茉莉 ，va a estudiar chino。哈哈哈，茉莉学中文。我想要。¿Cómo se dice esto, Mori? 我想要一百万。耶耶。嗯嗯，老婆。嗯。安杰琳，我们要睡觉了。Ya tiene que dormir. ¿Por qué? Ya son las 9:30. Pero ¿por qué tan temprano? 现在晚上9点。九点半了。嗯，为什么？我们可以学习，我们也有时间。明天早上我们一早要出去。爸爸，不要叫啊，不要打架啊啊，和平共处。我们要睡觉，明天早上我们要去郑州。Where? What? 嗯，什么？去郑州？为什么我们要去郑州？妈妈，¿por qué ya la otra vez? 我们不去公园。啊。妈妈，为什么我们去郑州？啊，我去郑州。明天工作吗？不工作，不工作。对，我们这都工作了，十来天，去了那几个地方，不工作。我们去郑州有趟有事情。不去不去，你想又想去玩了是吧？安婉姐琳，上次去那个冰雪世界，没事，明天去郑州。我们去郑州玩。也不去玩。啊，走什么？见朋友，朋友。见朋友吗？啊，对，我的朋友郑州了。嗯、呀。地主也地动，那就去。地主好不好？爸爸，yo ya va a hacer los números, hasta el 100 en chino。啊，你会从一数到一百。Lo digo。啊，那你数数吧。Poquito, poquito。好好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等你数一百的话，都数到明天了。四四。啊，四，好了好了，今天就不学了，明天去郑州，说好。嗯 ，pero a qué vamos？ 我们明天开车去。嗯，啊、开车去啊 ，vamos con auto。嗯嗯，明天去嘛，然后 Angelina se quiere ir para que ella lo podamos。sí。对，我们去郑州买衣服。买东西呀，我们在洛阳可以买衣服、哦，在洛阳便宜。呀，朋友请我们吃饭。好的，咱这也要去洗澡，我这俩也要去洗澡。嗯，好了，安杰琳，对呀、啊。Si podemos ir al parque de hielo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Yeah。嗯。你要去洗，爹那个把尿。对，我得去洗。行。这个事儿，嗯嗯嗯嗯嗯嗯，又跳舞，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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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茉莉茉莉茉莉，你又在抱茉莉睡觉了。哎呦 ，¿dónde estás acá？ Ahorita tienes que bañarse, Angelina. Okay. Mañana vamos temprano. Sí.
我们明天要早起呢。Vamos al parque de hielo. Vamos. 我想问你。想问你，为什么我们去郑州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们去见我的朋友。你在郑州没有朋友？有。没有，我知道你，我们两年结婚。啊，那是新朋友。为什么我们去？哎，去就去呗。你为什么开心吗？我开心啊。你说真的，我想。没事没事，明天去郑州就知道了。明天给你们一个惊喜。呀，我怀疑我要知道。明天再告诉你。你不，你别说我担心。阿曼杰林带阿曼杰林带古萨索布雷萨。啊？Sorpresa, te gusta? Sí, sí, sí. 啊，老婆，你喜欢惊喜不喜欢？惊喜。对啊 ，sorpresa 就是惊喜嘛，就是西班牙语。然后 surprise, do you like surprise? No, 我想现在知道。啊，不行了，明天再知道。那现在知道就不叫惊喜了，好不好？啥意思？怎么会有的呀？你现在说，我现在不睡觉，我现在不睡觉。你现在睡觉。我不会睡觉，如果我不知道。汉汉杰林在跳舞。呀，我们在汉州做什么？工作吗？啊、我们明天去郑州不工作。郑州。郑州，我们在郑州做什么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？惊喜，惊喜，好不好？我不喜欢。好，汉杰林。半夜。No no no。你要半夜的噻，里面。走吧，快去。好，老婆，你也赶紧睡吧。你说我现在把这个灯关了。对，明天再学。我怀疑我现在要是知道。呀，明天就知道了，好吧？睡觉，睡觉，早点睡觉。好。说现在。现在。疼，不能打我，你打人好疼。说现在。呀，这凶。我不喜欢。那明天我自己去郑州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知道惊喜了。啥意思嘛？啊，好好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明天一大早起来了，哎呀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哦。